总不能我们俩睡在……那你做女朋友嘛，然后吃完让你好好装喝。想好怎么跟我说呢？想好了呀，没想好的话我怎么叫你起来呀？我们俩一起去还是？对，我们俩一起去啊。合适吗？不是你说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坦诚。宣誓不倦，坦诚，走，再见。不是，怎么自己就开始合唱了呢？解释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，你给我当哥们儿了吗，铁儿啊？他我跟我之前我俩处过对象，你不知道啊？前两天你俩扯扯犊子，我就不说啥了，这干啥牵上手了还？能行吗？不是，还有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啥呀？找不着人了，铁儿。还有你也是二百来斤你也处，啥样呢？别诋毁我。坐下，慢慢聊聊嘛。行，坐下来。怎么样？开心了不？啥意思啊？我知道，你不配合他演了吗？我看你都憋不住笑了。我配合啥呀？不，你是这么想的呀？妈呀，我这么想。你是这么个？气气我吗？哎，行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是这么个脑回路啊？不可能是真的。哎呦我，还真的。不是，那我不是。嗯。我也需要跟他拉手。第一天开始不就配上张元配合气我吗？我都看出来了。我气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行，那咱就是说，假如你不是气我的，那张兆元前两天那个相亲对象是怎么回事啊？人都相亲去了，完了告诉你俩在一块儿了。咱编谎也得编个圆点的。我那个相亲对象是相成了。等会儿啊，相成了。相成了，听到没有？我听。还是我哥们儿。嗯。还是我哥们儿，演不下去了，但没事儿。咱为了让他心情好点，就是我那个相亲对象，你也认识？我认识啊，对，认识。我一猜就是，我说你老姨给你介绍的，不可能是我不认识的人吗？我猜他，你别说了。手机没电了。那你拿这个充一下呗。啥？这不手机吗？对，反向充电呢。对，这么厉害，真充上了，太狠了，铁子。我这不是 Mate 60，不止可以反向充电，还能打微信电话。你要喜欢，也去左下角链接领一个。关键左下角是平台报备过资质的，真实有效，而且左下角准备了无限量的15 Pro 和 Mate 60，还新增了5000台 iPad。那谁都能领啊？当然不是了，只有从我的左下角的链接进入的福利专服才可以参加。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，升级喜欢哪个领哪个。关键这个手游可以自动挂机升级，太阳手充7000大圣升级更快。那快教教我呗，怎么领啊？直接点左下角3秒钟下载好，先选择好要哪个升级，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。远远是不是远远？不是，不是远远，那就是那谁，是那个小白。小白。不是，也不是小白呀，我想想啊，我找找，那看着是谁呀？我认识的人是我。我相亲对象是梁诗然，我们俩在一起了，一直是他。从我啊，那啥，等会儿那个，哎，那个链接真好使啊，我领着了。你发货了，你就等着换新手机吧。那手机无敌，无敌。你先坐，就是那天相亲，我也没想到那个人是梁诗然，我知道他是你前女友。但是你们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对吧？就是已经分开了。虽然我们是兄弟，可能我们俩在一起，对你来说，你可能接受不了。这个事情吧，确实是我们俩做的欠考虑，但是没有那么直白的原因，是因为就是我不想失去你一个兄弟，同样我也不想失去他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懂，就是我更希望得到的是你的祝福。我祝福你俩，对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突然会这样啊！但是因为你那句话，确实让我有一点没有。没事。嗯，其实你无所谓，其实。
没关系，我祝福你俩，你俩就是好好的呗。就既然反正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他这个事儿也改变不了了，那你俩就好好在一块儿吧。不说你们在一起之前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但是我看到相亲对象是他的时候，我是挺开心的。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别说了，就这样吧，行吗？我接受了，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兄弟还能过去无可挽回，未来可以改变。那个，我没什么问，没事，我真的。走了。后说，就是两人，他两人已经对上眼了，已经喜欢上，然后分开。